功夫武术啊？怎么这么久还没有出来？哦，他出广告了，还没有。嗯，哦，哎呦，防身术也这么厉害吗？那掐脖子有办法，推人家的下巴吗？左手抓他的右手，右手推他的下巴，下巴要害。看到刀子就吓坏了呢，还有办法这样顶住推开？你看那个敲那个鼻子了，你看鼻子要害，你看下巴鼻子要害。看到刀就吓坏了，还有办法？叔叔是有学过的才有办法。嗯，镇静啊。不然都乱了方寸，方寸就是是心了、啊，方寸乱了就，哎呀，怎么有办法防身呢？女子防身也是很不容易，体力上比较没有办法。